三年抗美援。
杨根思连的后辈战士们如今依然秉持着杨根思精神，为祖国安康而贡献青春。黄继光连亦是如此，每天晚上点名时，黄继光连的连长都会首先点名黄继光，随后全连战士都会声嘶力竭地答道，就仿佛当年那个21岁的年轻人从未离去。